Bitty boppy petty, bitty boppy petty, bitty boppy petty boo boo. On weekend she's your honey, then comes Monday, and that'll be sir to you. Good morning, everyone. 早上好，今天我们准备去 Lakers 和 Clippers， 就是湖人队和快船队的主场。上午呢有一个打球活动，这是我第一次在他们的这个场地上打球。号称篮球热爱者，但是很少去看 NBA。下午呢看快船队和太阳队的比赛。我现在来尤伯林的接大麦麦，我终于坐我的车的副驾驶了。司机大麦麦为你服务，谢谢。哇哦，好多人穿着科比的球衣来拍照了。说实话，看到科比的这个雕像还挺激动的。我最喜欢科比了。Steven 也到啦 ，Yo， 这是尔湾的一个华人公司组织的打篮球的一个活动。我们团队到了，李斐的花裤衩，这是发队服呢。谢谢。我去 ，Yo， what's up？ 检查还挺仔细的。我们现在进来啦，但是他们好像有特殊规定，就是说不能穿别的球队的衣服来，只有快船。Let's go， Muscle Man。听说这地板超级贵，感受一下。我今天带着篮球短裤，然后李斐穿的是 Kobe 的，然后 Clipper 的主场不让去，就把我的短裤给李斐了。我准备穿牛仔裤打，就是时尚最时尚。我把那个袜牛仔裤塞袜子。Yo, Dylan, what's good? Where's your jersey at? 我放哪儿了？ Somewhere there, I don't know. 刚刚真的很激动，打了虽然是半场，但是这个 NBA 球场就是不一样，那个地板啊，尤其这么多人，然后上如果这边全是坐满人的话，我靠，我肯定一个球都进不了，手都接不住球。听说前面这排座位，那个季后赛都要上万块一张票。球打完了，一个小时，还挺有意思的。说实话，这个举办商做的挺好，每个人打三分钟，啊，打了三四场，还挺累，主要就是玩嘛，不是说特别认真。然后晚上我们会继续看比赛。Leave the game better than you found it。我们中午来吃 smash burger， 吃的汉堡，好多香。我上次在北木，贵州东方，然后进来一个很特别，他们就是那个特别佛系。小号上 IDC， 在市中心走路，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个自己的 listing， 啊、一个一房的公寓，我们看一看在哪。等一下我们会做房屋拍摄 ，Dylan 的外这个衣服已经准备好了，鞋啊就差裤子了。又问给大家买的这个 juice 多少钱一杯？十一块一杯，六杯66。当时我刚想，我以为我他算错了。然后丁丁说你让我花6000块钱买件衣服我都 OK， 但是66块钱买六杯果汁不太行。对。
这个装修还挺漂亮的，放在自己家的客厅。OK， 看怎么有下的 OK。欢迎你。大腿宽，来，给我推给一个小点。还吃了一路哈尼蜜的冰激凌，贼好吃，所有人都倍儿美。哎 ，Are you drinking with me later? Let's do it, gotta do it, gotta do it, gotta do it. 哎，我们一人一个 vodka shot to start tonight. All right, sounds good. Lucas 可能也得。Some Grey Goose. Lucas 等会儿喝什么？Wine. Wine. All right.每次出来以后，这边全部都是卖热狗的。阿东，阿东，阿东，阿东。